阿姨，这个风开来吼，拄我讲，伊咱巴老的所在是存在，所以咱即摆做的是防止南蛮去走。第八月十五进前吼，阮只做起来时，就是拢会甲迄个像同款款。哦，到时吼，继续免惊讲，讲伊会讲恐怖起来。那晚上还会有一波的涨潮。那晚上呢，我们会请公所哈啊，能够紧密的观察跟注意，避免整个潮浪过大而造成我们所有渔民以及乡亲的损失啊。海星桥呢，我们大概进行封闭，因为现在整个这个潮量已经过大，整个海星桥已经被这个潮水淹没了。然后我们会迅速的跟中央争取经费，也会迅速的将这个优势的围桥海星桥迅速的来完成了。有一座，里面有一座哈，那另外古坑有两座哈，那因为它属于直接基础，那我们当时检测都是金山哈，它属于基础罗洛的部分的，那基础罗洛是怕洪水哦，那所以这四座桥我们也今天也赶快通知公所给它公布。来家大家做伙嘛，哇，真好咯！系啊，我们这个台风哦，来势汹汹，但是我们也做了非常好的应应准备。那尤其我们山上的这些要疏散的民众的话，到目前为止的话，我们在这里即将有17位哦。那等一下的话，我们还有一些弱势的民众的话，有10几位会再陆续进来。